首先非常感谢 HR Asia 颁给 New Skin 这个奖项，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三度获奖，那这个奖呢对我们来讲呢意义非凡，也是一种肯定跟鼓励。 New Skin 呢是一个国际化跟多元化的公司，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公司，我们这边有一种开放的工作的环境，那同时呢我们提倡创新的生活以及工作的形态，同时呢我们更希望能够透过弹性跟自主，让我们的每一位员工呢在一个非常快乐、非常充满了自信、非常有发挥贡献的一个环境一起来学习成长。其实我们希望在公司的业绩成长的同时呢，让我们每一个员工人都可以发挥他自己本身的潜力，然后得到成长。那过去这一年来我们遇到非常大的挑战，但是所幸的呢是我们所有的事业合作伙伴以及我们全体的员工，我们都非常的创新，我们尝试很多种不同的方向，让我们的业绩能够持续的发展。最后呢我要再次感谢 HR Asia 组委会，再次肯定 New Skin。 新年已经快到了，在这边先跟各位说一声 Happy New Year。 New Skin 我们是最棒的，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，我们一起加油。